无所得才是不着相啊，内心深处真的无所得才是不着，真空啊。真空哪个都是空的妙用了，你真的真空了，空乐也罢，哪怕是空空不乐也罢，你不乐也是空性的事，也是视线嘛，空。诸缘具足你就不乐，诸缘你安住在空性里面，诸缘具足就不乐，诸缘具足就乐。哎，空空，诸缘具足就空，诸缘具足就有，它不是都是一样的。你要没有回到那个原点上，这都没意义了。他说这些都是没意思的。他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整个接空性，你整个回归空性这个过程中，真的是八万法门。你就是，隔两天你积积功德，修修善法，隔两天修止观，隔两天修念佛号就反正是让就其实转来转去就是个折腾，真的是折腾。闭关也罢，出关也罢，折腾折腾折腾来，有一天你也不知道从哪个法门进入的。真的是，就他因为心性是，心性是八万四千念，每一个念都要对治的话，那就是八万四千法。就是心性上的念太杂乱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去，他不是执着这就执着那，你嘴要对，你反正是你他今天这样你那样，就对治呗，对治调理，对治调理，对治对治，有一天心安拉倒。你本来需要嘛，本来换法对换。换起都是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的对峙。有一天这个换这边也不换了，这边也不换了，法门也不求了，这边也不求了。你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求，有很种种欲望，你才这边拿求法门来对峙嘛。你这边的求停下来了，这边的求也没有了嘛，法也没有了嘛。两个安静了，你这边不是就是了。始终是心法上、见地上要到位，见地要慢慢到位了，生理上也不是那么难。真的要空，真的是真空，剩下的都是境界。你只要着相，你就不是真空；你只要着一点点相，你就不叫空。真空真不是坐在那儿，你看到个什么，你就看到个你变成光，光里边生出外有，那也不是真空，那就是个光中生外有的境界，那就是个图像，对你。那就不叫空，你就变成漫无边的虚空，你从坐垫上消失，那也不是真空，那不是如来真境界，真的不是。你就是坐在这五神通具足也不是，你说我空了，我神通具足也不是，真的不是，这都不代表。你要是真空了，那就是什么也是，空空不二。空跟空也不二，你就是要变成虚空，那也是没问题。你变成个什么呀？你就是，甚至你说我很苦，空苦也不二，就是那样的。什么里边都是包含着圆满的佛性，最终是要找到这个，这个才安心。这个找到这个就真的是有恒了，就安心处，你自己会安心，剩下的都不安。你只要没找到，你就发现你会总是有一丝一毫的迷惑，总有一些地方不安，总有一些地方较真，总有一些地方纠结，总有一些地方不自在，总会有地方不自在。这个很好检查的，你有地方不自在，你一定没真空，没有安住在空性的，没有安住在果位上，那种空不圆满，你正入的空性不圆满，真正了悟空性的。你只听说过空乐不二，你听过空苦不二吗？你只是概念上知道，苦里边也有圆满的佛性。我在苦难里边能借空性，这只是说，但是你真不知道空苦不二。一个空苦不二的时候就是乐，知道吗？就是大乐，永恒的乐在那儿。不是已经有空乐不二了吗？因为你着乐，所以我说空苦不二。你认为空了就一定会怎么样？所以你只认为你不够空，你认为你怎么可能没那样呢？空苦不二，我告诉你是你着乐相。你还在苦乐分别里边，你就是不自觉的还着一些相的时候，你还有所求，这叫所求心吗？
你还在有所求，还不会停下来，那个意识之流还在到位上再往前走滑。真的，你就是真空的时候，空什么也不二。空，你呈现诸缘具足，你呈现什么状态都是那样嘛。真空，真空呈现无量无量变的相啊，什么相都是在空性里面呈现的。理论上知道，但你证入就不一样。你只有证入了，你就安住在空性里，就没有什么二，都是不二。那个时候，其他的就转不了你了，最起码好多理论上的东西那些。